好，再来17题哦。他说，如右图，在一个有数字的轮子中，每一条直线上的三个数字和都是十五。OK，好，特别在这边呢，哈，都是十五哦。请问你，x 跟 y 的值各多少？那轮子上呢，最大跟最小的数字各为何？好，所以我一定要先把 x 跟 y 都算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，我知道这一条叫做十五，x 加 y，直接加了，好吧？2x 加 y 啦，哈，2x 加一个 y 减掉2，这个东西等于15。再来，第二个值的这一条也是15，所以这一条叫做一个 x 加上两个 y，然后减掉3，对吧？不对，不是减掉3，减3再加2啦，所以是减1。好，这个东西也叫做15。再来哦。我们想要消掉 y 好了，上面乘两倍，所以22得 4x 加 2y，那这里是丢过去是17，17乘2 34，所以 x 加上两个 y 等于16，所以4减1三个，2减2没了，34减16叫做18，所以 x 等于6，y 等于6666666。六带进哪里？这里。好，所以六丢过去是10除2，这是5。所以第一个 x 是6，y 是5。好，所以第二个你说，最大跟最小的数字为何？那我就要全部都填进去了哦。x 是6，所以这里是6，这里叫做5。那6减2叫做4，5减3是2。这个是六加二，这个叫做八，哈，写起来其实不会很久。再来，这一条三五八了嘛，这是七，一加五是六，六加多少是15？九，OK，所以最大是9，那最小叫做一，好，很简单的一个题型。